是最清纯的艳星。情路比舒淇坎坷，当了小三后自我了结未遂，现年50岁的他竟变成这样。如果像一书写李嘉欣一样写部关于李丽珍的小说，那女主角的心声应该是那句烂大街的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，妥善安放，细心保存。免我惊，免我苦，免我四下流离，免我无枝可依。毕竟他一直过着试图被收藏，总在被损害的日子。他美丽，有才华，有演技，艳光四射，是整整一代人的情愫，只出演过4部片，步步经典。2015年，我在香港适逢最爱潘元良演唱会，观众最狂热的呼声来自大屏幕转向家属席时，李丽珍羞涩含笑的脸。港没有点刻薄，说他们两个是失婚中年人，这两个失婚中年人从2007年重燃爱火，到前几天公然分手，简直是一部哀乐中年偶像剧，可惜是 BE 结尾。尤其是潘元良，银色长发，身形清瘦，保持着香港人一贯的不敢老也不肯老的端庄气派，再加上20岁时两个人的青春之恋，中年后居然能破镜重聚，简直是人生梦想的代表。也因此，当地舆论对这段恋情一直还算宽容，大概觉得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总该在一起，满足观众想看个美好结局的愿望。女方年轻时有所浮浪，男方却也不能算道德无瑕。时过境迁，终于无人再指责追究，真妹也等到了她的良人。什么才叫良人？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。李丽珍好像总被这种仰望驱使，对于托付终身的想望却极度不合实际，导致命运之船在行驶的挺好时经常莫名其妙改变方向。比如说出演片，别的演员有一大堆血泪要素，是被王晶骗了，是为了养家，是被黑道拿枪逼着，就连哥哥还被蒙骗着拍过《红楼春上春》呢。但他不是，他在出演片之前事业已有相当成就，21岁拿过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，参演的《大时代》也是皆知向闻。大概是那几年的 TVB 太过类型化，李丽珍觉得自己事业没突破，大胆转型。27岁时以蜜桃成熟时的性感女神形象红遍东南亚。对，之所以你记得的李丽珍的脸都挺像的，是因为她的3部片都拍于同一年。3年后，图着片酬高，他接了更为经典的《玉女心经》，和舒淇交相辉映，然后宣布退出娱乐圈。和李丽珍成为明显对比的是舒淇，她也因为这段经历饱受困扰，每段恋爱都要传出男方粉丝不同意，男方爹妈不同意，男方朋友不同意，总之男方很介意。
然而即使如此，舒淇也没办法委委屈屈把自己嫁了，宁愿做个高傲的剩女，在每一次试探里独自享受情绪化、忧伤和感情的酸楚。而李丽珍明明握了一手好牌，并不是没有机会拥有事业。1999年，刚复出的她凭借《千言万语》拿到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和香港金紫荆奖最佳女主角。但那几年香港电影不景气，她个人的感情生活也走下坡路，第二年和音乐才子许愿离婚。许愿丑归丑，人真是挺好，到如今都和李丽珍关系友好。李丽珍一直在恋爱，不少对象人品也不错，但两人总是无法相伴终身。如今潘元良也是，据说负担了李丽珍全家的高额家用，但兜兜转转到最后只得一声血，不合脚的评价。不知道这种不合脚是因为从来就不够喜欢，只是委屈下嫁，还是两位失婚男女人到中年后的再不肯将就。潘元良行事比较老派，只在微博上发了句京城尽处非金石，众口无权之一词。一共五个粉丝，对，没错，他也有粉丝在微博下无力安慰。2004年，李丽珍因和马桂灿夫妇闹得沸沸扬扬的三角家庭丑闻而大受打击，写好六封遗书，安排好父母，托付女儿给前男友，自杀未遂。李丽珍没有微博，这些传奇女性都不需要社交媒体加持，她只出现在别人微博的自拍里，她可能也有满腹心声，然而也不需要再吐露。虽然已经50岁，还容貌宛如少女，毕竟她经历过的故事已经够写成好几本厚厚的书。她也大胆解放过自己，也曾声名狼藉。她急迫地谈着一段又一段恋爱，给人一种想迫切回归家庭的印象。一致与恋爱才成为他人生的主话题，作品和事业早已退居二线。他15岁就被星探发掘，50岁还在恋爱道路上重新出发。其实这十年来，李丽珍还是有不少作品的，你还记得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圣姑吗？年轻时他和张国荣传绯闻，人近40照样与胡歌搭戏，他也没错过哪一代小鲜肉。在李丽珍大概会感慨每个人的命运差距太大，而在我们路人看来，或许是因为他总是成为依附在每一段感情上的菟丝花，从未能从感情中汲取养分。一旦感情有所变化，立即猥亵收场，直到新的栽培者上场。这大概也是每一段传奇而令人叹惋的女明星所特有的悲剧性命运。祝福李丽珍，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。李丽珍和许愿的婚姻只维持四年便以离婚收场，许以荣抚养权归妈妈。不过她和爸妈感情依旧很好，常可看到她和父亲见面。
之前更亲自替妈妈下厨煮一桌好菜，做出三菜一汤，连李丽珍都相当自豪，可说是出得了厅堂，入得了厨房。李丽珍女儿外形亮眼，身材姣好，现年20岁的徐以荣现在温哥华读书，不过他没有因此变得豪放，反而走文青路线，常会 PO 出自己的摄影作品。外形亮眼的他，虽然身材姣好，但很少穿得很露，多是青春打扮，顶多露肩和长腿，就算穿比基尼也只有背影照，不会随便卖弄性感。除了摄影和烹饪外，徐以荣也喜欢穿搭和旅游，平时也会当模特，还和友人合作经营了旅游网志。透过图片和文字留下美好回忆，相当有才。相关资料来源 http://www.chinapress.com.my 2017-0719 100%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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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参考来源